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。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义之道卦中显，万步演变地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观此玉之成色，乃上品。大人，这儿已经给您扫干净了，您快过来坐吧。好的，有劳有劳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精美的腰带。这有什么好奇的，世上好东西多了，大人这哪能入得了您的眼呐。哎，此话差矣，这东西还不错，你也过来看一下，挺适合你的。你们玩赏吧，我可没什么兴致。把那条更好的拿来给大人看看。条乃先生早。
先生您早，先生您早，先生您早。啊，今日各位来的都很早啊，听先生讲卦可得赶走啊。今日我们接着讲乾卦为体卦阶段的第五卦大篆卦。大篆卦，上卦震，下卦乾，雷行天上，斩地利而行天时，气势宏伟，故曰大壮。下卦乾占地利，上卦震天时刚刚启动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聚，正是雷厉风行成就事业之时。但此时万万不可懈怠，放松戒备，骄傲自满。大壮之时，更应该是谨慎小心，坚守正道，遵守章法。大壮立真，大壮正是茁壮成长、发展强盛的时刻。此时切忌飞扬跋扈、骄傲自大，越是强盛越要坚守正道。因为大壮之时，更应该守诚信、重品德，谦虚谨慎，不违背大道。易道的精神就在于存而不忘亡，高而不忘下，喜而不忘悲，多警示之意。所以大壮之时要立真。初九，壮于止，征凶有福。止者脚下也，脚趾刚刚强壮起来，羽翼还没有丰满，此时如果急于行动就不合时宜，必招致祸端。此时恰恰需要诚信的君子，能认清时机，坚守正道，等待发展。九二，真吉。初爻壮于止，还不是行动出击的时刻。二爻则还是时机未到的时候，故需要继续等待和坚守，不可急于行动。九三，小人用壮，君子用莽，真力。低阳触翻，雷起脚。小人趋利，只顾眼前利益，不知坚守之道；而君子不同，知进退打引之道，这就是真力的重要性。这一点就像公羊用犄角去撞击羊圈的篱笆，却被篱笆上的绳索缠挂住羊角，进退不能。公羊想撞破篱笆而出，可是他不知道篱笆还有保护羊群的作用，这就是小人用壮。九四，真吉毁亡，翻绝不雷，壮于大鱼之腹。能够坚守正道，必获吉祥，将来就不会悔恨。强壮的公羊坚持不停地摆动羊角，牢固的篱笆也会松散，羊角就会解脱。其强壮的力量好比能挣脱大车下面捆绑车轴的浮兔，兔在车轴下面束缚车轴的装置也叫浮兔。六五，丧羊于翼，无悔。羊冲破篱笆来到外面，却在田畔丢失了，
没有后悔。此卦中以阳比喻阳，到五爻，阳气虽然强大旺盛，可是也预示着退却即将来到，提前做好准备应对未来，自然无悔。上六，低阳触翻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忧虑，兼则吉。强壮的羊因顶触篱笆而被挂住了脚，不能后退，又不能前进，怎样挣扎都没有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能够忍耐坚持，不被艰难困苦所压垮，就会安然度过难关，获得吉祥。当在困难面前不知进退之时，不如停下，静观事态的变化，等待时机。大壮卦的六个爻就讲完了。面前应小心谨慎，恪守诚信品德，切勿急于一时酿成祸端。仁兄，在我看来所言极是，真是引人深思啊。放下。我的鞋。你怎么还敢爬树？太危险，快下来。哎，不可，你那样实在太危险了。可那是我娘给我的鞋。这孩子家境贫寒，他娘又双目失明，在他离家时，他娘摸索着给他做了双鞋。那双手被扎的，哎，他非常珍惜，没舍得穿。那是我的鞋，你快还给我。鞋子我不要了，你快下来。就差一点儿，我会拿到的。刚才太危险了，没摔到就好。太危险了。
谢谢。你不用谢我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个坏松鼠偷拿人家东西。嗯。好了，平安无事，我们继续讲卦吧。来来来，跟我来。此段的第六卦为大有，大有卦上为离卦，下为乾卦。乾卦与离卦卦象有相同之处，故乾有同人，今有大有。占尽天时地利人道，可大展宏图，大有作为，而万物得阳气生发之力，茁壮成长，天下一片生机，孕育着未来的收获，故曰大有。天地同气，万物昌盛，发扬道德至真，顺应天道，惩恶扬善，长保所有。大有卦辞，元亨。大有者，大有收获之意。此时天地人三才相遇，有利于开始创新，亨通发展。光明高悬于天上，象征太阳照耀万物，一片光明，万物丰收。君子在这个时候要阻止邪恶，颂扬一切善行，顺应天命，替天行道，保其自然。此时如能勇往直前，定有成就，收获那是必然。此时机已到，何须多虑呢？交害匪救，兼则无咎。天地人相合，正是亨通发展之时，有利于上下沟通交往，免除祸害。这样上下沟通的行为是正确的，只有坚持沟通，相互了解，才能避免错误。高处不胜寒，任何时候都需要沟通了解，但不能仅凭一时兴起，贵在坚持才是大有之道。九二。
大车已在，有攸往，无咎。用大车运载很多货物到远方，不会有祸端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出窑已经是上下沟通，积累了诚信品德，这时在出外行动，自然是畅通无阻，通行天下。九三，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福客。丰收了，诸侯王公将收获的财物进贡给国家，而小人不能做到。收获了将财物进贡给国家，这是无私的大德行为，而小人自私趋利，不以国家为上，只算计自己的得失，时间长久了就会脱离国家百姓。大有之时是考验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时候。九四，匪其朋，无咎。财聚人散，财散人聚。虽然富有，但不过度聚敛财物，将一些财物分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百姓。这样的行为不会有错误。真正的富有者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，明辨是非得失，树立美德。六五，绝福交加，威如吉。以诚实守信的准则对外交往，对上尊敬，对下怀柔，恩威并施，必然增加个人的威信，是吉祥的。获得诚信威信是一个人做事的前提，只有诚信与威信树立起来，才能成就大事。上九，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大有之道并不在财物，而在广施诚信品德。这样做就好像是上天庇佑，无往不利。人诚信品德的富有大于他的财物，因为诚信品德的价值是无价的，是不可限量的。眼前利益，而大道者树立诚信品德，可以拥有天下，这就是大有之道。今日我们就将大壮大有两卦讲完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大家回去吧。谢谢先生。你真棒，谢谢。走。